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出席论坛。据东方经济论坛官网消息 ,9 月12日阿里巴巴与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 ,RDIF 移动运营商 MAP3 以及互联网集团 MAIL,RU 签署协议，成立名为全球速卖通俄罗斯 UniExpress Russia 的中俄合资企业。其中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是俄罗斯政府于2011年6月成立的俄罗斯主权财富基金，旨在对俄罗斯经济的高增长部门进行股权投资。俄罗斯总统普京则表示，俄罗斯政府将全力支持阿里巴巴在俄罗斯的发展。依据交易条件，阿里巴巴在全球速卖通俄罗斯的持股比例为 48%。阿里巴巴在俄现有的本地和跨境经营资产，包括国际电子商务平台全球速卖通和俄罗斯 B2C 平台天猫，将并入合资企业。未来阿里巴巴将向合资企业投入资金和其他资源，以支持其业务活动。上述其他三家俄罗斯实体将贡献资金、股权和其他资源，从而共同持有全球速卖通俄罗斯 52% 的股权。更具体的数字为 Megafon 将持股 24%， MAIL.RU 持股 15%， 俄直投基金持股 13%。 Megafon 集团将向阿里巴巴集团出售其所拥有的 MAIL.RU 公司全部 10% 的股份，换取合资企业 24% 的股份。 MAIL.RU 将旗下专卖中国货的电商平台 Panda 转会全球速卖通俄罗斯所有，承诺后续资金投入，持有合资企业 15% 的股份。俄直投基金作为阿里巴巴的战略合作伙伴，将通过资本投资并购获取全球速卖通俄罗斯 13% 的股份，并将额外持有阿里巴巴集团股份。这项交易预计将于2019年第一季完成。在交易完成且合资企业各合作方达成一致后，东方经济论坛消息称，全球速卖通俄罗斯将为俄罗斯及独联体国家的零售商和互联网用户消费者创造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彭博社报道称，这笔交易整合了超过 1.4 亿人口的线上市场。克里姆林宫通过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支持组建合资企业。受该消息提振， MAIL.RU 集团在伦敦上市的股票价格当天跳涨 12%。 在签署协议同日的企业家圆桌会上，马云向普京提及阿里巴巴与俄方成立合资企业的框架协议签署，并保证不论什么时候阿里巴巴在俄罗斯的发展会遵守当地法律，符合中俄两国的利益。普京在听完后承诺称，你说阿里会遵守俄罗斯相关法律法规，俄罗斯政府也会全力支持阿里巴巴在俄罗斯的发展。在马云讲完自己的退休计划、中俄合资企业的相关情况后，普京两次带头为其鼓掌。